Wudang Congfu 虽然是一种以静制动、后发先至的内家功夫，但钟云龙道长给我们示范的武当内家拳功夫，在技击搏斗方面相当厉害。钟道长的功夫厉害，跟他有很深的武术修养是分不开的。这个功夫跟那个硬功夫不一样，跟那个我进攻这个进攻这样打的，都是打这种。刚才你是他打我，我靠，他你用他的手来打，这个动作在这我也撑了他这个手，快，我撑了他的进攻。锻炼到身体，身体不靠他，他的使劲越大，耍的越远。这是这个太极拳，靠在游戏里是，还有一种靠的动作，这样靠我突破，哇，他这个进攻的这个空间，积极点，锻炼他的背后，还是用这个靠他身体靠的。